好，好，好什么？你要什么样的速度？哦，好明快啊！再开心一点啊！我们开心来唱些什么呢？第一章，竹蜻蜓，竹蜻蜓，从小叮当的口袋里拿出来，怎么有汗的味道？小叮当虽然是只机器猫，但是设计的太精密了，设计了汗腺，所以口袋里面有潮湿的汗臭味。竹蜻蜓转啊转啊转啊转，汗臭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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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，传到了季安的鼻子中，季安就吐了。哦，竹蜻蜓转啊转啊转啊，汗臭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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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竟闻到之后觉得洗澡怎么都不洗干净呢？小叮当不能洗澡，因为会触电呢、啊。他没有防水吗？没有、啊。没有 IP67 吗？毕竟他不是 Sony 做的啊。但现在 iPhone 不是也有防水吗？所以他要叫做爱小叮当吗？所以说，嘿，叮当，他会说，请问有什么要为你，请问有什么要为你服务的吗 ？Siri 啊 ，Siri 小叮当，这年没你没办法，好想养一只啊。今天天气是晴天哦，是这样沙哑的 Siri 哦。下一张，喂爆蛋，哎，好可怕的题目啊。喂爆蛋是什么？好像，好比如说，啊哈，劈腿了还没有被发现呢、啊。这种喂爆蛋吗？不伦关系中的喂爆蛋。这种喂爆蛋，你们各位男人呐、啊，要怎么拆蛋呢、啊？你要怎么拆蛋呢、啊？我们来请。曾经有没有过经验的人是不好意思啊，他真的没有过啊，你也知道他有多难啊，我就直接爆炸啦。我没有未爆弹，只有已爆弹，我的人生被炸的乱七八糟，到现在孤零零的没有伴，就因为那些已爆弹轰炸，他是个好男人啊，不要再伤害他。但是站在女方的角度啊，这样的货色也的确很难啊。但是月老啊，不要这样啊，还是做人要公平啊。哦，月老就说我不是人是神，我爽要怎样就怎样，炸死他吧。月老对不起，没有再冒犯了。下一张是芭蕾舞者，芭蕾舞者不是小时候有跳过舞吗？你看我这样像什么跳芭蕾舞的人？我没有跳过，小时候我很喜欢跳芭蕾舞的女生，是的女生，难道是男生？我是说可能是想跳芭蕾舞的本人。你想要成为那个舞者，在舞台上旋转着，就像竹蜻蜓一样转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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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汗臭就这样的传啊传啊，芭蕾舞者的汗臭传啊传啊，观众席的观众都
都觉得干嘛不洗澡呢？我就是那个汗臭的芭蕾舞者，一个小小的竹蜻蜓，马力却很强的把我的汗臭传呐、啊、传呐、啊、传呐、啊、传给这世界啊！难道你看过的芭蕾舞的表演都是这样，慢慢的汗臭吗？慢慢的汗臭吗？比如说台湾有很多有名的芭蕾舞团，比如说什么团？你这么熟悉，一定知道的啊。台北芭蕾舞团。有这种团吗？应该没有吧。还是内湖芭蕾舞团、树林芭蕾舞团？不要逼我说出那字，我会被告到法院去啊。那还是别唱啦，看看下一场是什么吧。最后一张，你最爱的酒精喷雾，随身带的酒精喷雾，我们的康康只要经过酒精喷雾就会喷一下，即便三分钟前才刚喷雾，也许手都已经皱巴巴，还是狂喷，因为他就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啊。看到有酒精就觉得不喷不爽，喷到手坏掉都好爽啊。在家我用酒精的喷雾，本来表示75°C、不是度 C、那是浓度浓度，但为了省钱我都会把它稀释成7.5°C。那就是喷水在自己的手上，但是凉凉的很爽啊。你不觉得过了半小时都没干吗？那就是都是水啊，那连拿来喝都不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等一下，等一下就请你喝给我看啊。我们干杯吧。你干杯吧，我相信你喝下去就会转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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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酒精味道转啊转啊，希望这样可以让你忘记那悲伤的微爆弹啊。谢谢大家。